四爷，黑娃就是这么说的。黑娃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投靠了五湖帮。四爷，咱们好几个厂子都被五湖帮砸了。龙彪做事一贯谨慎，敢到我的地盘来捣乱，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 这事儿会不会是黑娃做的？他和日本人运送物资，被聂省搞掉了，他伺机报复吧？不会，黑娃的财路是我们给断的。这小子直来直去，这种事不像是他干的，一定另有其人。 想说，啊，那几个兄弟被杀的事情，调查的怎么样？案我早就报了，没有消息。我暗地也派人调查了，就是查不出是什么毒啊。这事儿有点蹊跷啊。再查，我怀疑又是日本人搞的鬼。哎。 加藤先生真是棋高一招啊！几步棋就把唐老四逼到了死角了，现在就差将军了。我说的没错，不出一周，你就成着码头的新主人了。<笑>好，我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就差动手了。龙彪先生，你做事太心急，你有没有吃过天津包子？ 这和包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做包子要等面发酵，这个道理你明白吧？中义堂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现在刚刚曝光，慢慢就会发酵。中义堂的面子就会慢慢丢尽，你们中国人最讲面子，没了面子只好低头离开。到那时候，先生不用费吹灰之力就把他赶走。 好，加藤先生，棋高一招啊！咱这包子什么时候能吃到嘴里呀？快了，我承诺过，一个星期之内。好，爽快！来，来，干！哼哼哼哼哼哼。哎，三位客官，请慢用。 来，大哥，这回老大好像又动真格的了，啊？是啊，等咱占了码头，这油水肯定少不了。哎，今天黑娃在码头，那叫一个狠呐！把忠义堂那帮人都搞定了。黑娃哥，黑娃哥，你们都跟他混去，别在我面前提他。就是就是，大哥在五湖帮都混了这么多年。 好不容易才混到今天这个地位，黑娃，他才来几天呢，是有点偏心。对，黑娃不就是能打吗？能打的人不是多的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老大就看上他了。好嘞，大哥，你也是五湖帮的第二把交椅是吧？谁能比得过您呢？这仇，我鹏飞早晚会报的。 不错呀，张公公，不愧是宫里最有名的画师，果然风采不减当年呐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公公过奖了。张公公真厉害呀，连这毁坏的部分。
都给修补上了。原本这残缺的部分是一排大雁，现在只剩下一头翼尾喽。我按照画面的比例复原了十只，到底有多少只我也拿捏不准，所以公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张公公对这幅图有何感想啊？李公公，在下不敢乱讲。张公公眼力非凡，一定看出这图中的玄妙，不妨直言相告，我也好了了一桩心事啊。其实这图中的玄妙我也没看透，不过从整个图的布局来看，这松下老者和残缺的部分是图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两者不可缺一。虽然我已经将他们复原，但是不能做到精确，所以李公公还是应该找到这刺青人，核对这关键部分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。哎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总来这里，来也晚上来。孔先生别生气，我就是找你有急事儿嘛。有急事啊？我堂堂一个博物馆馆长，他们知道我成天跟一个洛阳铲在一起，会有麻烦的。孔先生，我找到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但是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，所以啊，来请你看看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是从一个老头嘴里套出来一个地方，哥几个费了好半天劲找到一间密室。在密室里边除了一些壁画和旁边的几个鸟兽铜像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估计啊，里边应该还有东西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机关呢？我感觉这不像汉字，是不是印度那边的？亏你还是搞这行的，有没有文化？这是小篆。小篆呢？怪不得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那
那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快收拾一下。哎，拿杆笔过来。哎，原来是这么玩的，真没想到。哎，孔先生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百进重义气，鸟语轻松里，朝爽开心胸，凤驾临湘地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刚才说那密室里有一幅画，画里画的什么？画的就是一些乱七八糟各种鸟的图案。这些鸟它们头的朝向是不是各不相同？对，是的，那就对了。啊，这是一首藏头诗，把每句诗的第一个字拿出来，就是百鸟朝凤。在鸟的中间，是不是还有一个凤凰？哦，我懂了，百鸟朝凤，就是那些鸟都是朝着凤凰的。快去，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，拿给我。好的，孔先生，我挖出来第一个让你过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的，孔先生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喂，我问你啊，你跟他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这个呀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女儿啊。嗯，自己发什么呆呢？没有啊。哎，美玉啊，你还在为那件事不高兴呢？哪件事啊？好了，我的女儿是骗不了我的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现在外边不太平，少出去。你看多好啊，现在你在这儿，天天有爸爸陪着你。那件事情我早就忘了。那你告诉爸爸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你自己照照镜子，你看你那脸。我哪有不高兴？哼。嗯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不当共产党？嗯，你个臭丫头，天天想什么呢？共产党？爸爸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？爸爸是国民党。再说，那共产党是赤匪，爸爸跟他们是对立的。共产党都是好人呀。你什么意思？那爸爸就不是好人了，嗯，美玉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这些话在外面可千万不能说，还有，一定不能跟这些人来往，你可是爸爸的女儿。知道了。美玉，干什么？把头抬起来，看着爸爸。你告诉爸爸，你跟这些人有没有来往？真的没有？嗯，好好说。我好好说了，真的没有啊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爸爸不问你了啊。你还坐这干嘛呀？快走吧。我这刚过来就让我走啊。你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好好，爸爸不烦你了啊。哼，哎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他
太神了，就把那鸟头啊对着那凤凰，砰的一声，那个门就开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今天得敬孔先生一杯，要不是孔先生，哪有咱们今天啊？对不对？对对，来，孔先生，敬你一杯。要不是有孔先生的智慧，咱们都根本找不到那地方。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说到这儿啊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现在有人打云松图的主意。云松图，传说云松图后面有个明朝时期私藏的宝藏啊，价值不菲啊。是，不过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哎，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啊？我一个道上的朋友，从一个宫里老太监那儿打听到的。据说这云松图就在天津，这个老太监手里。明朝的宝藏？对。那谁要是拿到了这幅图，这辈子什么都不愁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这么好的事儿哪能轮到咱哥们身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不说这没谱的事儿，哥几个，今天咱喝完酒就去夜总会，我请。干，来来来，干。绝不允许你和共产党来往，别忘了你可是我司令官的女儿。美玉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美玉，美玉，美玉，嗯，啊，娜娜要结婚了。对啊，听说新郎是个外交官，可帅了，我真想去参加他们的婚礼，可惜唐山太远了，火车又挤，要是有车就好了。嗯，对呀，我能弄到一辆车。嗯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了！你怎么早说呀？是啊，太好了。后天呢，我可能要去趟唐山，我约了朋友，给我留两台车出来。哎，这两天车都没有用吧？这个不好说，陈先生明天可能也要用车。什么？他要用车？他那两台车还不够用吗？还要用我的？不行啊，我那两台车必须给我留出来。记住了吗？后天啊。好，我马上去和他们要。记住了，两台车。嗯。哎呀，你站我后面转什么呀？快快快，放下电话出去吧。是。来，小姐。哎，我再给您倒一杯。美玉啊。嗯。一定要记住爸爸刚才跟你说过的话。我也知道了。老爷，陈先生求见。嗯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陈先生，请。哎呀，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。不会啊，都是自家饭。来来来，加一副碗筷。陈先生，坐坐坐，一起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到我这儿来还客气什么？来，给陈先生倒上一杯。来，好，谢谢。陈先生，哎，在我这儿住的怎么样？还习惯吧？这个韩司令的别墅啊，就像世外桃源。我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都是自家人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你啊，见外了。来来来，把杯举起来，咱们一起敬陈先生。来来来，来，好好好。啊，陈先生，陈先生，哎，以后。咱们还得常来常往啊。是，好，干了。好，干。陈先生，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呢希望府上的车呀不要随便调动，因为我呢不太够用啊。陈先生，是这样的，这两天啊我们小姐有点事儿，所以说我们自己留了两辆车。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我一个好朋友娜娜，啊，她结婚，我们都要去，在唐山。唐山？那不能让他们派车过来接你们呀。人家自己也得用车呀。再说了，让人家来接我算怎么回事啊？哼，结个婚讲什么排场啊？那没车还不能结婚了？爸，我告诉你啊，
陈先生用车要保证陈先生用，你不能用。你，我吃饱了。美玉，你，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孩子让我惯得不成样子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他用的。车呢，您尽管用，把这事儿安排好了。好的。哎，韩司令，又要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什么麻烦呀？啊，以后啊，咱们还得常来常往呢。你呀，今后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哎，陈先生，最近在忙什么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后天上午要去趟码头，办点事情。哦。叶生。怎么样，有消息了吗？陈先生他们明天上码头。真的？嗯。这样终于搞清楚了。美玉，没有麻烦到你吧？哎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一定办得到的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回去告诉他们。哎，燕生，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别把我当外人。燕生，路上小心啊。放心吧。根据韩美玉提供的情报，我们成立了新的行动小组，准备在去码头的路上设下障碍，干掉这个姓陈的。现在我介绍一下新的小组成员。啊，这位是李军辉同志，我们的爆破专家。这位是刘林同志，神枪手，有百步穿杨的功夫。还有，这是秀儿，黑娃的妹妹，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刚刚加入组织。他对天津的地形和情况非常了解，所以明天他负责监视敌人的车队，随时准备提供情报。嗯，这一次行动的总指挥是唐雪茹，他明天会交装成路人，给敌人车队设置障碍。好了，就是这些。不是，那我呢？我不能老憋在这儿啊。聂生啊，你现在出去的话非常容易暴露，而且你是我们重点保护的对象，千万不能出任何闪失，所以你就待在这儿，不能擅自行动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大家还有问题吗？我有个问题。哦。听说韩美玉是韩司令的女儿，那她的消息来源可靠吗？这个消息很可靠，我对她是比较了解的。虽然她是司令官的女儿，但是她对我们共产党还是很好的。我相信，她一定不会出卖我们。更何况，她曾经还救过雪茹呢。对，没事救过我。他虽然不是我们的同志，但是他是我们的朋友。好，你们看，这是陈伯康以前的照片，大家传递一下。另外要提醒一下大家，这个陈伯康非常狡猾，反侦察能力非常强，所以在明天的行动当中出现意外，大家一定及时撤离，否则被这个家伙抓住的话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嗯，来来来来，秀儿，你能加入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去找你哥了吗？没有，他加入了五湖帮，听说还在跟唐四爷作对。我现在是组织的人，不知道该不该去找他。当然得去找啊，你啊就这么一个哥哥。我也挺想找他的，但是不知道他还是不是那么恨我。聂生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虽然我哥跟咱们走的路不一样，但我相信他是个好人，他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也希望这样。哎，对了，秀儿，见到你哥的话千万不能暴露你是地下党的身份。好，放心吧，聂生哥，组织的规矩我明白。记住了啊。
你说什么？云松图复原没有什么意义？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被念声破坏的那个地方，恰恰是云松图的关键部分。你的意思，必须找到白念生，才能找出宝藏的线索。应该是这个道理。公公，你在云松图上浪费了很多时间，这次如果抓住白念生，希望你能尽快找到宝藏的秘密。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明白吗？是是，我尽力而为。嗯，是。来人，嗨，把惠子和小野叫来。父亲，您找我。惠子，我需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白念生带来。是，父亲。这个白念生武功很高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是。你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出发。是。小野君，你暗中叮嘱惠子，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。明白。李公公满面愁容，有何烦恼啊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云松图的事，那日本人也不是好对付的哟。既然这么说，我有些话不知该不该说。张公公有什么话，尽管说。我看出来了，李公公，其实你也是寄人篱下呀。嗯，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呀。李公公，您这是与虎狼为伍啊。哪天日本人用不着您了，您可就完蛋了。咱大清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皇上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头，名为皇上，其实呢，还不就是那样，大势已去呀。胡说！你也是受过皇恩的人，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呢？李公公，我说的是事实，您就看不出来？皇上在满洲踌躇满志，卧薪尝胆，总有一天会回到皇宫，重振大清王朝。你以为我在这儿给日本人干活啊？我是在找朱允文的宝藏，到时候把宝藏供给皇上，他就能重建大清的辉煌。啊，李公公，您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再瞧瞧您自己，咱们大清那是大势已去，还谈什么重建呢？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你。
好了没有？马上就要出发了啊！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。今天去哪儿？去码头，快点啊！别让陈先生等久了。行了，走吧。陈先生，进来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让你认真点，认真点。你过来看看，看看。这头套啊！对不起，陈先生，下回不会再这样了。下回，下回我就毙了你！滚！还是老规矩，我坐第三辆车。来了来了，一共来了三辆车，他在第二辆车里面，马上就到。看清了，看清了，我亲眼看见他坐上。怎么回事？快快倒车，倒车！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呀！那边！快快小心！快冲下！快！来，来，今天咱们首战告捷。除了叛徒立了功，我太高兴了，再敬大家一杯。来，哎，刘林的枪法可真准，一枪就把那个陈伯康给撂倒了。是两枪，一枪打在这儿，另一枪打在这儿，准保他活不了。雪茹也够干脆的，撂倒好几个呢。大家都很好，配合得很好。是啊，什么事儿都让你们给做了，我呢？一点边儿都没沾上。聂生，你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以后一定有机会的。嗯，再说你联系美玉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那也叫帮忙啊！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机会，说什么我也要上。嗯，一言为定。来人呐！陈先生，
去派人把加藤给我叫来。是。还有，把所有人都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谁啊？哦，韩司令。陈先生，怎么样？我刚听说，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还能有谁？肯定是地下党啊！我早就知道他们要动手了，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哼，我跟加藤早就说了，让他要保护我安全，保护我安全。你看成这样，要不是我动个心眼找个替身的话，今儿躺在那儿的那就是我。好了，陈先生，先冷静冷静，这事情能调查清楚，到我那儿咱们喝一杯，给你压压惊。李先生，我们这等你呢。陈伯康还活着呢？什么？哎，陈先生，看来这个地下党在天津要是不除的话，今后我们的日子过不踏实了。我最担心的事儿啊，终于发生了。自从我帮加藤以来，我就一直担心。白天呢，我就神经过敏，晚上就睡不着觉，老是做噩梦。有一次我做梦啊，梦见他们追杀我，我就沿着一条小路跑啊跑啊跑啊，哎，不知怎么回事就跑进一条死胡同。嗯，他们追上来就给了我一枪，我就倒地上了。哎，就跟今天的事儿一样啊。我看见那个替身躺在地上，脑袋上挨了一枪，我就好像是灵魂出窍了，好像我看见了我自己一样。报告司令，加藤先生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哼，你们这帮日本人口口声声说要保护我安全，保护我安全，就保护成这样。要不是我多一心眼儿，今天我就没命了。陈先生，我已经从满洲抽调一批高手保护你的安全，他们很快就会赶到。韩司令，你这边是否也增派一些人手，避免今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？这个没问题。我还是赶快离开天津吧。哼，我要马上回满洲。这个肯定不行。我已经得到通知，马上有一大批物资运到天津。在这期间，我需要保证物资不再被地下党破坏，所以我要想尽办法铲除地下党。这方面，请陈先生配合。配合？我还配合呢！我再配合就把自个儿的命都配合进去了。陈先生，你违背使命，对你没什么好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清除地下党，这样我们才能安全。好吧，反正都得听你们的，啊！不过这回，我要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上。干什么？哎，不许过去！不许过去！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啊？我喝什么呀？我喝醉！站好！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让我们出去！不让我们出去！就是，不让我们出去！说你爷爷！怎么回事？出去！你在干什么？
怎么样了？韩司令那边加强了戒备，街上全都是便衣，还好我熟悉地形。看来他们来真的了。